哦，龙大云，我操！这就刺激了啊！无尽洞上了，无尽洞对面，无尽洞花果，花森女儿，地府的一个阵容。看看上来是不是一波善恶啊？一波善恶吗？不是。 都是一波善恶啊！这是什么歌？这他妈歌都放结束了，还放什么歌啊？ 歌都关了，歌都关了啊！这边是大唐，大唐拔木国标啊，那边是花果山无尽洞，应该是有医术的，上来给女儿飘中了，获取一个4000。 盾了，扇了一个，绿皮蛇，蛇会不会绿？绿气，绿，没死，还有一个绿皮，这包绿，对吧？风头在的啊。 绿了一只蛇，绿了一只宝宝，扯平了，好吧。不笑啊！不留云。这回合相互留云。 漂亮，恶豹直接带走一个，对面一速，对面一速，掠起可以，大克加狂绿，风头在啊。 加金了！啊，对面不是，对面是一个四宝一阵容，没有法器，忘记了。四宝一啊，花果山。麦田没起啊，秒起，看看数据。啊，5000，我操，秒宝宝秒5000。 那振龙三秒起来很爽，不管先秒起，再给个大金，再给个大金，带天机吗？哪有带天机啊？哪有天机啊？无尽洞啊！ 谁带了天机啊？没听懂。啊，对面是熊无敌熊总啊，张总。是的，这回合女儿有怒。
啊，碎玉风。破甲，破甲丢了。啊，直接挂了啊，直接挂了，小刀王中了。看那个男人，看那个男人，啊，看那个男人，男人开刀破盾，第二刀甲，第三刀贴了，第四刀五千，让他破出来了，有没有反针？绿了，死了。那个男人还是暴露。第六回合，蛇可以叫了，这回叫蛇了。下回我赢不了啊。摇了一手，结了把人心，抓了把女儿，宝贝又闪了一只，啊，秒起不管，我操，秒六千。我操，又神，这把我神两次了。宝贝有点乱打啊，这回要叫蛇了，不管，蛇叫出来。第七回合，今晚决赛，对。Thank you， 你把那个桃也吃了吧。洗碗去没有？啊，好久不来，也不会吧？啊，有一速了，抓了一把就有一速了，也就是一把抓的事啊。鹈鹕，这把要点了。好，这把叫宠了，叫蛇了，叫蛇了。叫蛇了啊，鹈鹕叫蛇，这把鹈鹕 OK 的啊，对面第五金了，啊，三只上颚清掉一只绿皮。吸了啊，女儿怒应该是满的啊，这边女儿怒笑了一手，塔一直没啊，嗯，后半个我不会，我好嘞，妖风地府啊，破甲不知道，看一下啊，咬孩子，孩子把蛇咬了一口，还有一只蛇，别把漫天起啊，花火起了，要立盾，直接当头，没死。蛇听不了，啊，女儿直接金了，啊，对面女儿也金，一击一挪，
小死亡挂没有啊？金金的小死亡没挂中啊？抓了一艘女儿。一件四弹甲，三千，四千，第四刀贴了。宝宝绿一个可以，无相。一丝，哎呦，闪了，可以死了。这一波化身可以把灵元丢了，化身可以把灵元丢了。你挖墓可以拿个宠，或者是招怨灵，对吧？看看灵元丢没丢？啊，金刚了，给蛇拉金刚了。啊，继续抓女儿。绿起。可以，我操，一律一飞，雪妈传知道吧？一律一飞，雪妈传，绝处，无敌动员拿宠，这回合还可以点，还可以点，这回合他们女儿要盾。可以再叠把漫天青虫，这把女儿要盾，这不女儿啊，一笑盾了吗？啊，相思寒针，这都不盾，我操，你要干啥呢？啊，抓了，应该是叠了把漫天啊。看一下，获取孩子，孩子神了，我操！怨灵召起，可以。他现在都没有腾出手来侵蛇，你知道吗？没办法侵蛇。这回合没罗汉，两个山可以出手，对吧？现在已经输出最大化了，也就是大唐少把漫天，对吧？这个大唐现在扫谁谁死啊？不用考虑那么多。稳。会不会再亲呢？啊，这把有金金了，这把应该有金金了，或者鹈鹕。拉一尾，地府金了吗？没有。啊，不知道可以他快是吧？这青虫太他妈舒服了，真的，这青虫多舒服啊！往花果山使呢？见过这个花果山没见过，
新买的估计。碎玉化身。鹈鹕。灵元丢了。干将。啊，没坏的宝宝。比赛第13回合啊，这回合还可以继续叫蛇。这回可以继续叫蛇，蛇懒出来了。看一下啊，有一速，三风没中。啊，两边拉防御。慢起呀，我操。这个雷劈差一丝啊，这个雷劈差一丝。罗汉没了，双蛇啊。哦呦，这三标都不中哦。小女娃。互相抓。两个残血宝宝。绿了一个。哦，这个宝宝直接没顶腰，直接飞了。对啊，对面太忙了，又要解封又要拉人。我感觉女儿直接圈，这把直接圈女儿把花果山点了，飘没有意义啊。不用，可以点，要不直接金金点也可以。水晶鹈鹕点也可以，看一下什么操作啊？啊，女儿疯了，女儿疯无知道啊。花生晶晶，接着点花果，第一刀就贴了，我操，第一刀5400贴了，这谁敢贴啊？这谁敢贴啊？哦，女儿 boss 了，可以虚弥结束了，一言虚弥结束了，16回合，地府一言虚弥结束了，兄弟们。
我感觉轮子要来了。女孩起因三叠报了个9800，魔镜孩子都没出来，对，意外怀孕了。这回合拔木可以拉魔镜孩子，拔木可以拉罗镜魔镜孩子，这女儿可以，女儿可以那个啥，可以笑啊，啊无字机，严了严了，应该是孤魂严出去，这两个蛇扛得住啊。直接秒起了，不管了。那女儿起来没用，也没医术，对吧？她是反拉的啊，女儿没什么操作，不啊，女儿昏散了。轮子出来了啊，直接轮子出来了啊，双眼，三轮子，阴间展示一样的啊。我有三轮子，叫个罗汉，扛不住啊！这怎么扛？对吧？明秀人的轮子不差的，我知道的。那么老板，你要想一想。你要想一想，那个男人买东西的时候，四件装备他妈的好几百万，四件穿刺，开有几个笛子啊，开有几个笛子，可以提壶一个慢的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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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没有卡，这一回合操作比较慢啊，没卡啊，这一回合大家操作比较慢。平时30秒的时间，这回合估计有1分钟。啊，女儿疯，不可能给你疯的。笑里，笑里地府，一波金亲，拿钱砸。关照，起个盾秒2000多，可以。这赤焰战敌加起来了。
笛子来了，你把木给。死完了。出其不意的，出其不意的，猛一波虚冲了啊！个性中，这时候酒没用啊，无间了，无间扫女儿了，无间扫女儿了，再换虚。没得玩了，巨剑，两只地皮劈了两个，还有三个，慢慢玩吧。拉匹马，这回和扫化僧怎搞？这回和扫化僧怎搞？怎么防？这回和女儿金金扫化僧怎么防？女儿风无力动，化身鹈鹕大唐啊，化身鹈鹕大唐把化身扫了，碎玉化身了，杀气绝都来了。哦，这把鹈鹕大唐是必然的，不可能的，对吧？不会跟你啰嗦的，不用看的，扫化僧结束了，这我都知道，东方不可能不知道的，我都不会封化僧的，既然扫他嘛，对吧？没了，他起不来了。
11900，两只蛇都没有要那个男人出手。